金龙给我们评价一下刚才这个 rap 怎么样，酷吗？特别酷。真的假的？你撒谎了。你真给面子，可看到我们主场了啊！当然了，应荣今天也非常酷，对不对？哎，今天是明星转起来，叫炫酷潮人之夜，不仅有我们五位潮人，接下来登场的个个那都非常的酷，必须的。让我们掌声，首先有请我们明星登场，有请。陈旭，欢迎，欢迎陈旭，欢迎。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大女当家当中吕薇的扮演者，我们的性感精灵樊锦麟。哇哦，那接下来就是让我们欢迎韩国友人、亚洲泡泡第一人李元赞先生，欢迎你的到来，欢迎。哇，你好，你好，你好，多了我也不会了，就会这一句。哇。我们四位潮人明星，那下面是四位潮人的转星。是啊，没错。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潮人转星闪亮登场喽！有请，让我们掌声欢迎王俊平、王悦、童涵、简婉。哎呦！哎呦呦呦呦，这一对一对的。哎呦呦！转星登场，请热烈鼓掌。哎呦呦呦呦呦呦！大家好。欢迎四位，来来来，好，炫酷潮人都来了。既然我们今天潮人专场呢，首先要请大家来讲一下身上到底哪些特质具体的体现了潮这个字儿。我们先薇薇比比好不好？啊，比比好。首先我觉得我的舞蹈特别的潮，其次就是我的造型，造型特别的潮。对，大家说有没有啊？有啊，当然有。你看刚才那个舞蹈啊，一顿扭能不潮吗？汗呢，挥汗如雨啊。再来，他这个造型有点阿凡达的那个感觉，我觉得。I see you, I see you。我们的来来来，性感精灵。对啊，我认为哈，除了这个外表衣装以外，其实从话语里也能体现出很潮的一部分。比如说。比如说。哎。老妹儿啊，我到家了。可是你知道吗？小沈阳如果要是看到这期节目的话，他会被你气死的。可是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哎呦，就像水洗哈，很接地气啊！对对对对，我们的。欧巴，你咋叫欧巴了？因为那个陈，因为陈旭嘛，这个韩文特别的厉害。可以这样，我们跟他说，然后你帮翻译好不好？好好好好好。嗯。现在开始 ，fashion。啊 ，fashion에 대해서。네네네네。아저에대한 fashion。네。아그냥잘입자。嗯。그냥알아서입자。说得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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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啊，说得太棒了，说得。那你要不要先翻译一下？啊、我翻译，那就是说，他说这常年长得帅，他就是潮人哦。对对对，开个玩笑，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其实我也没听懂思密达。你到底是不是从韩国留学回来的？是在韩国待了很多年。但是基本他已经忘了所有，现在韩文已经忘了差不多了。翻译。好吧，那我替他回答。长个那样的小眼睛就已经很潮了。对，很有特点，有特点就是潮的一种。并且还是单眼皮哦。对啊。那这样，陈旭，你说一下。我认为潮呢，其实我来之前刚洗完澡，到现在还没擦干呢，所以我觉得我够潮的了，是吧？你那是湿。对，你除了你是潮人，还是湿人。哎，对，潮人也行，湿也行。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潮呢，并不代表追流行，这流行就代表它马上要过时了。我觉得潮是一种态度，可以说我行我素，或者我们说的话，我们说的每一个语言，包括东北爷们的性格，都是潮，对不对？好。这边明星说得好，天天赚钱。我们这样，其实我们都知道，明星每个人都非常的忙，能够来到这里。其实我在这里想特别说一下我们的精灵啊，我们的性感精灵，对。锦麟，你也是刚刚从片场回来的，对不对？跟大家汇报一下。哦，这样子，我是昨天晚上特意从
拍戏现场赶过来的，今天录完节目晚上我还要回去拍夜戏。对，而且不单单说工作日程非常忙，为什么要在这里特意大家特殊介绍、其实他今天是带病战斗在这里、带病战斗在这里、对对对，谢谢，跟大家说一下，你好像受了伤是吧？对对，我的腿就是做过刚做完手术，所以我在我现在的新戏我现在正在拍那个张纪中的首部放下屠刀的青春励志偶像剧、叫空姐日记，扮演姚菲菲。啊，吓我一大跳，我以为你扮演日记呢。然后这个戏到明年差不多五月份的时候就会跟大家见面了，到时候大家可能会看到我的脚会一二，反正如果这样的话，请大家多多见谅，多多没有没有，我们一定会非常期待的，也希望你好好养病，对，早日康复了。对啊，那今天你要小心了，好吗？好，谢谢。我们的转星潮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咱们先让那个王君平回答好不好？今天他穿的就挺潮的。你别提他了，潮不潮的？你是吧？你说你农村来的，人家要潮要炫，你来跟凑什么热闹？谁说你能不夸自己说话呢？我告诉你，大家都看过《乡村爱情》吧？对啊，看戏里我把李大国治的背负的，我让他吃剩饭他就全吃了，他的工资奖金全上交，让他往东他不敢往西，让他往南他不敢往北，这就是潮，我把他治的这么厉害，潮不潮？不是那个什么，你们俩去你做人行太暴力了。谁说的、你别吵着，别吵着，这是出门了，咱们就是一伙的一家人，对不对？我就说你这让大家伙看笑话吗？对，你要哭的话你得看我怎么的呢？哪哭啊？酷吗？你看我现在牛仔裤，我这里边还有毛裤，我还有熊裤。哎呀，这个裤法，这个钱娃呢？我哪最潮啊？是，对呀、我脚最潮。大姐，你们仨能不能说点有，就有点涵养，说那些笑话吗？你说，王爷，你说。其实我觉得我今天一点特点都没有，最潮的地方。哎呀，看我的指甲的颜色，跟我的衣服一点都不搭，我觉得是最潮。滚蛋！跟我们的颜色。好吧，羡慕我的。明星说明星自己很潮很酷，对。转星呢也说自己非常非常具有时尚的流行的元素。对啊对啊。那不妨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比一下。好好好，这样啊。这个我和秘密啊，带着红孩儿、王君平、王月还有天王。我们归类一组啊，从中间这边开始，所有这边的观众归我们，好不好？哎，那什么，不齐，停一下，好不好？大鹏，不是已经有好几个站起来往这边走了，你知道吗？是不是？所以我们俩带着所有的明星跟这片的观众是一伙儿了，对吧？是，是不是啊？是不是？接下来就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听不见，再来一遍好不好？谢谢。你看啊，我们这边快坐不下了。好，这就好。明星队、转星队，我们首先呢，来舞斗，舞斗，对，就斗舞啊，斗舞，对吧？已经动手了，打起来了啊，翻舞斗。那就是跳舞的那个舞了，行不行？斗舞，那这样斗舞，我们先派出一个，这样随便派一个好了。阿凡达，谁派？杨丽蓉、咪咪，好不好？好，来，我们先来外星了，阿凡达先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我想请我的舞队。哦，对，还有 dancer 啊？对呀。哎呀，咱们要舞叫群舞。哎，好。这就是台场，来，接下来舞台交给江映蓉，有请。哎呀，对，但是很好看，但觉得有点不过瘾。哎呀呀，那怎么的呢？我想好好向 Vivi 学一下。哎呦，所以呢，现场给我们演绎一下，教我们大家一起来感受这个舞蹈的感觉。好吗？但我觉得就是如果光跳的话，没有那种感觉。那你需要怎样？我想最好有一个那种，布。
哦，有一个屏风给你挡上，有种朦胧的感觉，勾勒出那种剪影的效果啊，没问题。那没问题，来，我们请道具老师把道具呈上来。那就可以加我们去了，好不好？可以，就一个八拍。OK， 有请 Vivi。音乐响起来。天哪，就这样隔上一层，更加能够看出那个线条多明晰。对，当然了，这样跳舞呢，我觉得也有个好处，就是他这个脸啊，不要被大家看到，因为有的时候我出来做表演的时候，人家说你那个表情不像跳舞。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能豁得出去，就能跳舞。那你的意思，你今天就豁得出去了呗？对，反正有负责的。来，掌声，大鹏豁一下，好不好？你先跟秘密学一下，大鹏加油。好，我试试看啊。好，来，闭嘴。我来算好 OK